望我会进行一个核实，他们应该会出一个具体的关于这件事的说明。它不是一个针对个人的一个筹款项目，一个就是群体的助学性的项目，是用了某一个同学的故事，然后把它写在网上。其实这个项目救助的所有人他都是有一定的困难性的，而且每一个都是符合求那个救助对象的范围的，好像不能发这个受助人的真实姓名。对，中外的话学费是一个学年33,000，其他的话要么5,500要么6,400。最低的话就是三好学生嘛，三好学生是100，最高的话国家奖学金8,000，护理学是8,000元。取缔制的话是8,000吧，分数的话全校生是10,000多吧。